这是个偶然，已经过了20多年，但一眼我便可以肯定是他。那时候我没有立即报上名字，是因为时机不对。还有，他虽然是他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。再见，再见，张叔，再见，张叔，再见。哟，这么旧的照片啊！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张叔。小学6年级，一家去了北京，初中、高中的时候啊还有联系，可是啊就没有再见面了。6年级，那都20多年了吧？那可不。上个月接下来的电话，说让我们去北京，大家见一面，真让人怀念啊。你就爱占人家点小便宜，车费住宿都让人家给出，好意思吗你？这你就不懂了，人家那是混大城市的啊，不在乎那点钱。中间那小个是谁啊？小不点儿啊，想不到吧？小时候个爱哭鬼，现在长这么壮。真看不出来，现在这么厉害，哪像你3岁看老。切。本来预定在这个周六跟大家见面的，但是碰巧因为工作而到北京。虽然信上写着地址，但我期待和大家一起就聚，所以打算就这样等到周六。兄弟，借根烟。啊，请便。不好意思啊，谢谢。哪里哪里，没什么不好意思。别看我这样子，我还是比较识货的。做什么生意啊？在家乡做点小电器的生意。很谦虚啊。你住这附近？在这公寓的后面，你看到没？东海国际，半年前，21层还有22层。全是我的，你也知道，现在楼价跌得厉害，我贷款买的房，现在房产又都贬值，贷款还得还，这不，我房产都被没收了，哼，还欠了银行一屁股债。为什么把这些事情告诉？告诉一个陌生人是吧？因为你是陌生人。哎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来，抓到了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嗯。这肯定是全球最大的蜗牛。不是，全世界最大的蜗牛，就我的。我的，给我，来来来，是我的，够吗？够得着吗你？来呀、啊！为什么蜗牛背这么大的壳？不沉吗？那我把它从壳里拔出来。你傻呀？它会死的。背这么累的家，不累吗？再累不能没有家呀。朋友一知道我破产了，就一哄而散了。其实那些也不算什么真正的朋友，我真正的朋友还是小学时候的那些家伙。如果要是让他们知道现在的我这样子，一定会很失望的。我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从小的时候在南方的一个县城长大，我12岁的时候，我妈改嫁，然后我又跟着我妈来到了北京，
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小的时候我读书还是不错的。哎，还是怀念小学的时候啊。北京的家伙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我每次考试都是第一。让看，张叔就是张叔。最初，我只是不想让他们担心，结果我却变成了一个撒谎鬼。只要一次就好，我想最后和他们见一下面。在我心中最重要的，唯一可以称为朋友的人。最后。你别担心，我又不是去自杀，我就是失踪而已。我只是希望我能够存在那些人的心中而已。如果在这20年里有另一个我存在的话，走了以后，你帮我照顾他们。嗯。这个喜欢的话，请收下。这么好的。好。你的我一起算。谢谢啊。我走了。拜。嫂子，是我。是这样，我周六有点急事，去不了了。你帮我通知一下眼镜吧。行，好，谢谢嫂子。嗯，好，再见。仔细想想，没钱怎么可以和大家见面呢？来，你就自认倒霉，把你的包拿过来吧。哎，你别哭啊，把你手表也拿过来。对不住啊兄弟，对不住。这包你留着，钱包我收下。哎呀，看不出来啊，你这么一大把年纪还哭，别哭了，多难看啊。我从小就很爱哭啊。长这么高大，看不出来。再见了。
藏，藏在最黑的地方，那是我心